大家一起工作，跟住社會有一個共識，係嘛？共識咗之後先可以，都話十劃都未有一撇，係嘛？個問題我而家唔係覺得話幾時過立法會啊，幾時十劃就第一撇咧？係嘛？係咪？因為你如果你冇23咧，如果有情況發生咧，就-3嘅，明啦嘛？咁呢個係我哋嘅嘢唔落袋，澳門落咗袋啦，係嘛？咁點解我哋唔去做咧？係嘛？就唔好俾少數人將佢講到洪水猛獸，魔鬼化佢，咁自己揾自己笨。